看流星花园爆红的泰国 F4 Bright Wing Duo Nani 等人来台举办见面会，四日接受媒体访问却大迟到一个多小时，不但没有任何道歉，拍照时间 Bright 竟然还狂吃猛吃饼干。好，是他们的拍照状态啊？什么？对，他们刚刚是他们的拍照状态吗？他们习惯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边聊边拍，对。狂吃就算了，泰方还要求别放吃饼干照片，到底是真性情还是道明寺入戏太深耍大牌，就留给粉丝自己看画面断定了。而对于提问的回答几乎都超官方，在空档时四人其实有嬉闹对话，然而追问翻译后，翻译都用没听到来带过。虽然如此，其他人还是有可爱小亮点的。我可以มาเรียนที่นี่ครับประมาณเกือบ2เดือนครับสมัยเด็กๆ他说很小的时候有来念书两个月。真的哦，当初我来这个吗？不一样，会说一点点。哦。他听得懂我们讲话吗？对啊。听得懂一点点。哇，很厉害耶！那我可以用中文，那我们可以直接用中文问他。不可以了。是多小的时候？十。地板送对，居然有来过台湾，求当年的同学快出来认亲啊。